就是不理想，不理想。我想想啊，那啊，没事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来。首先我在跳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看，就是整个动作，比方说我的肩膀的高度，整个动作的 balance 在哪里。比方说，嘿，不要有所犹豫。Believe you can do it. Hey, 不要有所顾虑，得到或者失去。Hey, 看到没？就是看我每一个动作，我会做慢点给大家看。我帮你们看问题。对啊，要噔噔噔噔。OK, 好看。看到没有？星星走路是用四只脚走。这个舞蹈一定是很男人的，很血腥的，所以这个动作一定不是。这不是，看啊，看到没？对，跟怪兽一样冲出来，好吧，来，还是这个动作，要噔噔噔噔，耶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Part one, good. 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想要百分之百的展现最好的样子的话，首先在台下真的花好久的功夫，要去模仿那个原唱歌手的唱法，然后在他的律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这是在唱，然后就是在跳，每个人的基本，我知道你们很努力，每天都很努力，每天都行程很满，但是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只要有时间，就是练基本。基本是地基，你的地基打得有多深，你这个楼就能建多高。我以前我在练习室的时候，我练习的时候，别人以为我是疯子，说我是疯子，就是练这个，他说这个没用。我出来了，对我来说我的舞蹈有帮助。真的一定要练基本，基本很重要。好，加油！谢谢弟弟，辛苦了弟弟，辛苦了。